林，带来这首《最高的行》第一张专辑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很喜欢，谢谢。有听过的朋友们，给我一个掌声鼓励好吗？谢谢。城市的主秀人呢，哦，不要紧的，哦啊啊，咱后边还有菜呢，吼，系啊，啊，后边还做车操呢，哦，我无咧啉啦，我爱开车，哎，系啊，即摆袂使，
即卖使用斋啦，卖啉啦，系啦，哦。嗨，哥哥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曼玲。啊，咱许多唱片的张曼玲，好。都爱就跟一生单位对你点，哦，来，好，哎呦，你怎么你啊？好听啦。第一张专辑的歌，还好。大家赶紧喜欢许多唱片，哈，谢谢。好，咱来吴代颖来唱一下嘛，啊，伊唱歌歹听，我跟你讲。唱歌有五种人，第一种唔知影听歌人的艰苦，第二种调到咩样艰苦，第三种家己足艰苦，第四种乐队足艰苦，第五种连心灵都艰苦。所以讲，阮吴代颖卖唱对啦，拜托咧，我咱拢有出唱片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阮这出，阮有冠唱片，不是冠演唱，八千块呢，拢送人的啦，干那拢兄弟捧场的尔啦，我外口买无啦。做工电对，上车买五百块，哈，无啊，无迄个无送啦，迄个卖啦，啊，拢送头家都走路啊，你，迄一块唱片开一两百万的头家啊，嗯，对吧？来，系啊，来，你搁唱一首，啊，我等下吼，赶紧来邀请阮迄个李明阳，啊，你爱阮李明阳唱者，你才走，吼，啊，无你即摆出去，人会开红单，因为李明阳还袂唱，吼。有你的城市的主唱人，是，啊，佫有人话我做你的歌谣，哦，做你的歌谣，歌谣唱出来了后，岗位怎啊封麦，怎啊无头路，吼，来安排。好，安排这首安排这首歌曲是我最近新专辑内底的歌曲，就是咱八连党一家人的片头曲，叫做《爱情》啊，希望大家介意哦，谢谢。来，普华香港湾张曼玲。
谢谢我们美丽的张曼玲哈，来揭晓哈。